虽然退党二字一直在中国大陆被列为是高度敏感词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每天超过1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。从第一份退党声明诞生到今天为止，短短的10年间，大陆三退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亿人，令大陆民众纷纷为之震惊和感叹。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不断的退出，更是让中共胆寒。2015年4月14号，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退党网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突破2亿。外界认为这一数字体现了中国的巨大民意，也代表了和平解体中共的运动进入了历史的新里程。我想将来啊，退出共产党的这个潮流啊，会形成一定的规模。这种退党的人多起来的话呢，对这个共产党来讲啊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。他这个将来有朝一日呢，会面临着这个生存的这个危机了。但是当前来看的话呢，那么他还能迷惑一些人。早晚呢，有一天呢，大家都认清这个真相以后呢，我想这个退党的人可能会更多，要加入这个政党的人会越来越少，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。上海媒体人、时政评论员陈明慧指出，紧随着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的问世，翻墙软体的诞生和普及，以及三退人数的迅速增加，中共施加在人民头上的恐惧枷锁正在不断被破除。人们在越来越认清共产党本性的同时，也渐渐敢于正视解体中共的意义。这边是把谎言揭穿，包括一些真相，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。因为他这个专制暴政统治啊，就靠笔杆子和枪杆子。笔杆子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宣传洗脑，枪杆子就是暴力恐吓、威胁、镇压。现在这个笔杆子已经逐步失去了效果了。无论是老百姓、普通老百姓，还是体制内的一些官员，还是体制外的一些影响的人物，他们对这个专制的一些恐惧又逐渐都克服了。原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哈达监狱官员李国柱指出，除了普通百姓，即使是在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也都认为共产党这个组织早已经名存实亡。就是说，现在在党内组织的，他也和共产党立行一致退党。实际上呢，他不用他号召，他已经自然的哈，从真实内容上他已经解体了。他说的所谓那个马克思那种信仰似的，在人们心中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就说一点公信力都没有了，这是鬼话连连。安徽省检察院前检察官沈良庆指出，现在如果有人愿意加入共产党，那么目的恐怕只有一个，就是从中获取利益。现在入党的目的很明确，比如大学生入党，他为了找工作方便一点，为了找个公务员，就是为了当官发财。入党的目的就是很简单的，他在这种体制下吧，获取更多的资源的一种手段。他实际上他的意识形态早就崩溃了。沈良庆还表示，中共的体制对任何阶层都不利，老百姓固然受压迫、受剥削、受侮辱，但是官员也同样不安全，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就会遭到排挤陷害，留下来的又随时有可能因权斗或反腐而落马，甚至在压力下丧命。他这种体制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，一个是道德风险，因为这意味着你要做一些没良心的事，因为你一旦进了这个染缸的话，你就必须跟他一样的黑，你要是不黑的话，那么你就要被淘汰。共产党呢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嘛，他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啊，所以退出来肯定是好事。而最令一些中共官员担心的，恐怕是中共一旦解体，他们会首当其冲遭到清算。因此，很多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早早就私下里三退，为自己将来留好了退路。